咋的了？姐，哎呀妈呀，我看看，你这脸咋整的呀？是不是我姐夫打你了？不是。这个时候还替他说话呢，是不是？张果，张果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看我今天咋收拾他的？干啥呀？你给我出来！你。你挺疼吧？啊，不是，那你也不能还手打我姐呀。我还手？我有那实力吗？我那我姐这脸咋整的？不怨他，我抡板敲的时候劲使大了，敲把崩脸上了。你俩多大仇多大恨，拿铁锹干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小舅子，啥事儿没有，我就正常出去收废品，我一回来就看我一眼，拿着板敲就给我干呢。你瞅瞅，给我打的！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啊，哪有人出去收废品，收个新洗衣机回来？那万一人家新的便宜卖的？哎呀妈，人全新600买的，他非给人800。那姐夫，你活该呀！不得有运费吗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就看人家那个王大嫂长得好看，人家多跟你说句话，你都找不着北了你。我是那样人吗？我像。你要再让我看着你跟王大嫂多说一句话，你气不气？干啥？别崩着哥哥呀！你来干啥来了？啊，对对对，今天呢是快过年了嘛，妈说过来看看我咱俩。妈要来？对呀，这个时候应该到村口了。那我得去买菜去，中午就在咱家吃呗。行。那你去迎迎妈去。啊，迎迎。那啥，小舅子，外头冷，开我车去。拖拉机都真冷啊！你那么快点走了。不是，媳妇儿，你别生气了。你听到你干啥呀？你这一天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严重的伤害了一个妇女的自尊心。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解气吗？解气？我能解气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完啊！你把你爸叫来，让你爸过来评评理。哎妈，你把我打成这样，让我把我爸叫来。我爸没空，咱家喂驴呢。你当我傻还是当我瞎呀？你爸不搁那当评审呢吗？我瞎呀？爸，过来呀。爸叫你呢。你这不你那个小矮个。爸，你不在家喂驴，你跑这儿干啥呀？这不等你俩打架呢吗？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就是个大傻子。你说你咋那么缺德，那么傻？这个不怪他，我也傻呀。不是爸，哪有人出去收废品，收个新洗衣机回来的？不是收新洗衣机是好事啊。那新洗衣机才600，他给人家800。你咋那么缺德呢？你确实挺傻呀！你干嘛？你给人800，给人800，完了呢？其实他就是看那个王大嫂长得比我好看，他就多给人家200。儿子，这不能怪我儿子，人家王大嫂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呢。不是，爸，你回去当评审去吧啊！你当评审，你当评审更专业，当爹还是拉倒吧。怎么有这个玩意？我告诉你。今天这事儿咱俩没完啊！我现在得赶紧给我妈买菜去了，你自己从这待着。不是媳妇儿，你买菜，那我干啥呀？你就搁家好好给我杵着，好好想想哪边是北。哎呀妈，让我想想哪边是北。这，对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上都是北呗。哎呀，哎呀，张老弟在家没呀？啊。张老弟啊，不，王大嫂，你咋来了？你我媳妇儿没看着你吧？啊，你咋的了？啊，没事，我就一看到你啊，我这耳朵边我这铁锹生糊糊的，我这。啊？那啥，不是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这不刚买的洗衣机吗？我就把俺家孩子衣服扔里了，你就着急买走，忘拿出来了，我来取去啊。啊，那啥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我。哎呀，还你自己来吧。我这也不方便。哎呀，老弟呀，啊，我刚才没好意思问你，这一身伤咋整的？啊，这伤啊，那就那是，这
这在炕上咕噜下来摔的，咕噜能咕噜成这样啊？看着人削的呀！你说啥呢你？这谁能削我呀？还削我这脾气？我真是我就在炕上，我就这么一咕噜，哎呀，老弟，哎呀，起来吧！不是，我信了，你信了，我恐怕起不来了啊！哎呀，那咋的？那我送你上医院呢？这不是，来来来。姐夫、啊，你这破垃圾太冷了，我披件衣服。妈呀，王大嫂，你俩这干啥呢？不就是现在利用这一会儿，你都不放过吗？哎呀，不是你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这可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。那个王大嫂就是来瞅这衣服，理由都编好了。他刚才就是扶了我一把，对，都扶炕上去了。哎呀，你。非要表演咕噜一下子、啊、这不都咕噜到一块儿去了吗？不是，完事他脖子就是嘎巴一下子就。哎呀，别说了，不想往下听了，我脖子就动不了了。来，这现在这还搂着呢，还说没事呢。我咋不跟你解释不明白了呢？算了，我不想听了。就王大嫂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哪一点比我姐强？不就比我姐长得漂亮点、年轻点、个高点吗？行。你说这话是骂你姐还是夸你姐呢？我姐劲儿大呀，那铁锹抡的虎虎生风的、哎、都给你抡成这样了，你还搁这找刺激呢？不是，哎呀，老弟，你是让你媳妇打的？不是，我这就躲我媳妇儿，我躲的。你拉倒吧，就因为你跟你那洗衣机呗。行了姐夫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必须让我姐明白真相。不是小舅子，我松开。不是你给我松开。那样小舅子，你听我说。你看啥意思啊？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那个小舅子，你还不相信姐夫的为人吗？根本不信，现在有点信了。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姐说。那能行吗？其实也行。我跟你王大嫂确实就是个误会。确实是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那就姐夫你这为人两袖清风。那是、我要你放心，我既然选择相信了你，收了你，不是那个相信了你，我绝对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你看我一进门我一打眼，我这误会吗？那这眼神好。这是这么的，姐夫我不说了，我去接妈去了啊。行，王大嫂你也赶紧走吧、我是得走了，你家太危险了。对，赶紧走。哎呀妈呀，不是你咋又回来了？坏了，咱妈到院门口了。咱妈来，那快跑吧。我跑不行啊，他现在出去妈撞上了，妈跟姐一伙的，你不就废了吗？哎妈呀，真的，我咋整啊？不行，你想想办法。藏这儿来，藏这儿来，藏在洗衣机里啊。来，赶紧来。哎呀我这不是你藏这儿干啥呀？王大嫂你藏这儿来。哎不是，我就来取个衣服。藏过来呀？不是，哎我跟你说，哎张主任，别说话。那啥，小舅子来，全靠你了，你放心吧。行，张华，妈来了，来了，妈来看看你了。妈呀，你那眼神能看清吗？妈呀，妈今天刚配的眼镜看得可清楚了。哎呀，刚配的眼镜啊？妈我看看。哎呀，这眼镜啊！哎呀妈呀！刚才是不是什么东西飞出去了？妈呀，眼镜碎了，走，我带你去配一副。啥孩子？呢，我走啥呀？没看见你姐呢。妈呀，顾爷子，你咋让人笑成这样了？你说你打架咋不叫上你媳妇儿呢？就是让他媳妇儿轮的。啊，让你姐呀？你等他回来，看我不说他。哎呀妈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你说我跟他说多少次了，让他别往脸上削，别往脸上削，他咋就学不会呢？我说我老丈人咋走那么早？你说因为点啥事儿，你姐出手这么狠呢？哎呀，还能因为啥呀？就是过年了，姐夫买了个洗衣机。新买洗衣机了？哎呀，我呀就看过那种手动老式的洗衣机，这现在，哎呀，现在这洗衣机长啥样啊？我还真没看过，我看看。哎，别动！咋的了？妈呀，你听说过智能洗衣机吗？
哎，我听过，但没看过。姐夫，这题有点难呢。啊，没事。难吗？妈妈，这个呢，就是全新智能语音洗衣机。哎呀，你说啥，他都能听懂。哎，这么高科技啊！必须的。哎呀，那你试试，我看看。我试试。你试试呗。啊，大嫂啊。大嫂，那个，对对对，这个洗衣机品牌就叫大嫂。大嫂啊，启动一下语音智能系统。我没打过吗？就用那招。大嫂啊，启动。我姐那铁锹轮的啊，那是虎虎生风。欢迎您使用大嫂牌洗衣机，中文服务请说一，for English 请说二。哎呀。这洗衣机都能说话呀？对呀，语音嘛。一，洗衣服请说一，洗澡请说二，其他服务请说三。哎呀，哎，就这洗衣机还能洗衣服，还能洗澡，那我试试来。哎，别，妈，那啥呢？那个外面这不冬天冷吗？你进来的这在洗澡感冒着呢。没事儿。